1810年的革命，让墨西哥脱离了西班牙王国的统治，迎来独立。1833年，圣安娜当选墨西哥总统，开始实行一系列的独裁政策。当时的德克萨斯与这片土地上的美国拓荒民们，还都处于墨西哥的统治之下，他们并没有向圣安娜妥协，反而选择了为自由而战。此后，德克萨斯的当地移民认为墨西哥政府违背了当初制定的1824年宪法，进而导致了德克萨斯革命。于是墨西哥总统圣安娜却带兵攻打，意图米平内乱，镇压导致了墨西哥政府与德克萨斯人的对立逐渐加剧，包括墨西哥政府禁止蓄奴制度。因此德克萨斯在1836年3月2日正式宣布独立，成立了德克萨斯共和国。而今天要说的电影《锦绣山和烈士雪》就是根据当时的真人真事改编。故事讲述的是在1836年185名英勇的美军及德克萨斯州士团结一致，奋然抵抗为数7000人的墨西哥军队，毫不退缩，为国捐躯，为自由而战。早在1835年3月，德克萨斯的官员们一起在联合州首府批评墨西哥首脑圣安娜和他的税收政策，但是墨西哥首脑却逮捕了州长维阿斯，并把他押回了墨西哥城。于是德克萨斯各地纷纷成立保安委员会，军事冲突迫在眉睫。当时的山姆休斯顿，也就是后来独立的德克萨斯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被当选为家乡南科道奇的保安委员会主席，但他无一兵一卒，于是他变卖了4000英亩土地，用所得的2500元装备了一支军队。他还从新奥尔良制定了一套将军制服，同时又去林州、路易斯安那招兵买马。就这样，德克萨斯人开始与墨西哥军对抗。11月初，休斯顿被任命为德克萨斯总司令。牛仔出身的休斯顿在打仗这件事上异常冷静，他知道面临的是以寡敌众的局面，因此绝不可以逞匹夫之勇，必须等待时机以智取胜。但休斯顿的部下认为他胆小无能。同年12月，竟然有300名士兵在本明伦的带领下贸然进攻阿拉莫城堡，侥幸获胜，1000多守军投降。阿拉莫城堡得手之后，休斯顿意识到圣安娜一定会派兵报复，决定从阿拉莫城堡撤兵。奇袭的胜利让德克萨斯军队忘乎所以，以至于没人听命于休斯顿。为此休斯顿被迫回家休假。此时的阿拉莫要塞约有100人的守军，指挥官尼尔向其他定居点和美国求援，但赶来的只有26岁的骑兵军官特拉维斯、上校詹姆斯鲍伊、传奇拓荒者大卫克洛基特、一门18磅炮和0033的志愿者。他们不愿执行休斯顿的命令，决定留守阿拉莫。圣安东尼奥的镇长为特拉维斯带来了不好的消息，他们说2天前就有大规模军队穿过城镇，那支军队至少有5000人，还有大规模的骑兵和火车运送后援。但是特拉维斯并不相信他们所说的，送信的人无奈只能离开要塞。迪金森上尉认为墨西哥军最多2天到3天就会到达这里，传奇拓荒者大卫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阿拉莫要塞，但是他们并没有直接去特拉维斯驻守的堡垒，而是直接去了镇上的一处酒吧去消遣了。晚上特拉维斯从堡垒赶到镇上，见到了大卫，他想让大卫加入到他的军队中一起抵抗墨西哥人，而大卫却说这不是他的战争，不需要掺和进来。醉醺醺的大卫在酒吧外看到了一位夫人和一个男人，大卫偷听了他们之间的谈话，玛利亚并不情愿要嫁给男人，大卫最不喜欢一个男人强迫女人嫁给自己。当他走出夫人的房间时，他遇到了麻烦，打斗中幸亏路过的詹姆斯鲍伊帮助了他，才得以脱险。正当两人聊天喝酒的时候，玛利亚夫人找到了大卫，他说在教堂的地下有很多火药和枪支，正是他未婚夫藏起来的，而这些军火也正是特拉维斯抗击墨西哥人所需要的东西。显然这个夫人是反对圣安娜，而她的未婚丈夫则支持圣安娜，大卫很是喜欢她。于是他带领部下把教堂地下的军火全部偷了出来，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所有火药和枪支送到堡垒，于是被称为神圣三杰的3个人全部到齐。但是他们这些人还没有准备好加入进来，
这时圣安娜派人给大卫送来了一封信，信中说道，圣安娜命令大卫和他的田纳西人不要企图加入反抗者的队伍，如果他们不遵守这个命令，圣安娜就会严惩他们，包括死亡的刑罚。也就是这封信彻底激怒了大卫的部下，他们坚决留下来同墨西哥人战斗。虽然大卫说这封信是他自己写的，他们仍然要暴走那些墨西哥人。很快墨西哥军队就逼近了附近的城镇，并派遣士兵试图劝降堡垒中的守卫者。特拉维斯点燃炮火吓走了墨西哥骑兵，这也表明已经向他们宣战了。特拉维斯从望远镜中看到越来越多的墨西哥士兵向这里汇集，他猜测主力部队会在4到5天后到达，到那时真正的战斗才会开始。这一天双方以火炮试探性的攻击，晚上鲍伊带领部下潜入到墨军的炮兵阵地，进而损毁他们的大炮。由于是他擅自带领部下出击，特拉维斯怒斥了鲍伊，从而两个人争执了起来。鲍伊决定要带着他的人离开这里，就在他要走的时候，他得知了妻子死去的消息，于是他决定再次留下来。困守要塞的守军确实只有不足200人的民兵，他们却也少粮，弹药匮乏。大卫带领大家冒险从堡垒外赶来了许多牛，这下他们的食物彻底解决了。这一天圣安娜带着他的主力部队到达战场，双方打得挺有绅士。开战前圣安娜同意把妇女老幼转移到基地之外，当民兵们把老弱妇孺送走之后，墨军发起了进攻。第一次的进攻被勇敢的民兵打退，他们有28人死亡，22人受伤，而对方的墨军也伤亡惨重。毕竟是墨军进攻，民兵防守，今天看来圣安娜不会再进攻了，而他们所期望的援军也中了埋伏，不会有任何援军到来了。除了特拉维斯，他们所有人都要离开堡垒去北方。受伤的鲍伊看到特拉维斯要以死守护这片土地，他也决定留下来。接着是更多的人都留了下来，他们选择轰轰烈烈的战死而非苟且偷生。到今天为止，特拉维斯率领的民兵已经为休斯顿争取了10天时间。3月5日墨军发起总攻，特拉维斯召集了阿拉莫的全体保卫者们，随后就带领着所有人进入战位，与墨军展开激烈厮杀。由于缺乏炮弹，抵抗者们就用铰链、铁钉等一切能用的东西来装填大炮，造成了墨军差不多半个连的惨重伤亡。墨军便在阿拉莫城下陷入混乱，前排士兵犹犹豫豫的不敢前进，只能硬着脑袋爬上梯子，然后被城内的民兵杀死。在抵抗军们的顽强奋战下，墨军连续2次突击都被击退。墨军依仗着硕于背脊的兵力优势，从多个方向同时进攻，让势单力薄的守卫者们难以招架，城墙、畜栏与炮兵阵地都相继沦陷，特拉维斯也英勇地战死在了城墙上。守军被逐渐压缩到了教堂附近，但他们还没有放弃，反而越战越勇。大卫在临死之际，把火把扔进了储藏火药的小教堂，没有把火药留给墨军。惨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清晨，墨军才终于控制了阿拉莫要塞，185名民兵全部战死。整场战役中，墨军付出了400至600多人的伤亡，超过了守军的总兵力。当然，简单的数字是无法阐释这场小战役的影响的，因为抵抗军们的牺牲，化作了改变历史的力量。在阿拉莫之战的鼓励下，越来越多的泽克萨斯人站在了争取独立的第一线。好了，
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喜欢本片呢可以看完整版，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